亲爱国小亲爱爱乐弦乐团才刚拿到2017年维也纳国际青少年音乐节最高殊荣冠军，返抵台湾不到几天，7月23号就前往奥万大森林游乐区参加2017小提琴故事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吸引不少慕名而来的爱乐者前来现场聆听。一开场就演奏前往维也纳比赛时的自选曲，也就是《泰雅序曲》，并且在优胜者之夜2000人面前表演这首最能代表这群孩子根源的歌曲。好，那我们在那边看到的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奇迹，就是说我们没有去介绍这个曲，但是在很多外国人他们听这个曲子的时候，他们从内心里面流下了感动的眼泪。所以我想音乐它是可以跨越国界的，我们在这一次在国外验证了这件事情。无论是什么样的曲子，对这些孩子而言都不是难事，包括比赛大会将维也纳最伟大的音乐家莫扎特创作西游曲三乐章为指定曲，这一场比赛桥段也是让他们记忆深刻，因为当时在还没有开始拉琴之前，没有人相信他们可以做得到。我们31个人的团队在对这次的比赛来说是最小的团队，最小的。那一般来说他们都60人、70人，甚至到100人，那整个舞台都占满。那所以他对于我们这个原名团队，他觉得小小的，所以他第一次给我们安排的就是那个演出的场地是很小的，不是比赛，就是有一个演出场地，那是在一个博物馆的这个一楼，很小。那他们的工作人员就想说，原住民，然后穿着这种很特别的衣服，然后又打赤脚，所以他们期待中就是可能就是小朋友拉的曲子，或者是很简单。当我们刚刚那一首莫扎特低的音下去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的工作人员是这样，是下巴掉下来，然后下面的那个观众，那个外国老人家这样，不看，然后就专心的把它听，所以它是一个非常让人非常惊讶的。那我看到他们的画面，那个表情我也吓到。哦，原来他们本来不相信我们，后来吓到。那其实这个。来自山中的乐音在国际音乐比赛得到最大殊荣，前来聆听这场音乐会的听众都深受感动。对，很棒，超比我们想象中的还棒好几倍。 对，听很感动。是，我女儿说她听到起鸡皮疙瘩了。对，就是她音乐就很给人的感觉很震撼。会，就是因为我很就是比较少听，就是
亲自这样现场听这种很大，就是比较大型的乐团，啊就，而且这他们拉很好，就有点吓到我们拉了。这一趟前往音乐之都维也纳，对亲爱爱乐弦乐团而言，无疑是更亲近平日所演奏的古典音乐。像是参访莫扎特音乐大师的故居费加洛之家，在这里他创作了许多世界名曲，像是费加洛的婚礼、C小调弥撒曲、V大调钢琴协奏曲等作品。同时也去参观智琴圣殿，包括智琴大师史特拉迪瓦里跟阿玛蒂制作出的无数名琴，甚至也在维也纳城市街角拉起小提琴，跟当地音乐人分享音乐。他们很开心啊，因为他们遇到了好多好多喜欢音乐的人，那都是不同国家的，有以色列人，对，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沟通，他们好像拿着手机就可以沟通。对，那也有在路边看到街头艺人是在拉琴的，我们小朋友甚至就是去跟街头艺人就把琴给我们小孩，我们小孩就当场拉，就玩起音乐来了。对，他们在那边没有什么他是弱势，没有他是原住民，没有他是不是念音乐班的，所有他背后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大家因为连语言都不通，根本不知道他是哪来，只知道他是一个喜欢音乐的人，他们就只是很单纯的喜欢音乐，跟喜欢音乐的人在那边玩音乐。Experience in the jury in the Musikvereinssaal, we were completely overwhelmed and we were deeply impressed by what we couldn't believe what we heard, because these young people coming from somewhere we didn't know, and they just come here and they play like they have had 20 years of study. The genuine musicality and the natural way how they treat their instrument and they deal with music on this level, in this quality, is something really outstanding.维也纳音乐之行可以说是经验不断，两位知名的国际音乐大师对亲爱爱乐弦乐团的表现感到震撼，从音乐当中就能听出他们像是一家人。You can feel like the heart, and you, that you come like a family, and you feel that with also how you make music. Yes. Yeah, it's, you feel that immediately in the sound. Yes. Yeah. In the kind of play, it's very, very, very beautiful.从音乐当中就能听出情感，这样的好默契，老师跟学生也都非常认同。像每个音乐班都有个乐团，都有乐团课。我觉得在我们这个乐团拉琴跟在学校拉琴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因为我觉得在我们这个乐团拉琴感觉像一个家，对吧？就是你受伤了，他帮你，就是会这样互相，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是在一个别的乐团。我说到目前啊，我觉得感受不到，对啊，所以比较喜欢这乐团。以他们音乐大师的说法，他说这叫做生命力。对，小朋友有很强烈的生命力，他的音乐里面呈现出来是这个样子。对，那这个生命力它是怎么来的？这个东西就是这些孩子他们就每天都住在一起，每天一起生活。对，那有很多他们想要表达的东西，他们就是透过乐器。很棒。
这群孩子参加2017年维也纳国际青少年音乐节拿到冠军，态度十分淡定跟平常心。但部落族人得知消息那一刻，一台游览车北上，亲自接机，给予孩子最大鼓励。这个部落比较特别，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校区，所以会有一部分的孩子是我们带不到的。那就会形成他们会有觉得说，哎，学那个干嘛？学那个又不好。然后，所以长时间我觉得我们的家长都不会去做反驳或什么，其实我们家长都很淳朴的。那别人就会一直念他们。那我觉得他们找到一个机会去证明说，他们的孩子是很不错的，我觉得是这样的。而且这样的证明是由国外直接证明，所以他们家长有的就会流眼泪。我觉得是因为，积很久，对他无法证明他的孩子到底表现有多好，然后反而是这一次的机会，让他可以说，哇，你以前都说没有用，没有用，然后怎么样？我现在终于可以跟人家讲说，哎，我的孩子还不错的。我很感动的是。他们有那个办法，就是去找这样的一个资源，然后呢去，就是说去找这么昂贵的小提琴，然后促使他这一次好像在清水高中那个时候，他又得了四重奏的第一名，嘿，所以我倒是会，我蛮感动的是，其他的部分我不说了哈。我蛮感动的是佩文老师跟子娟老师他们对小朋友的这样的一个付出，而且在小提琴里面，他绝对是跳脱出了在很多很多人的那种刻板印象，所以他走这条路，我不会很阻止他，反倒是我以他为荣，因为他告诉我，他学有成的时候，他要回归到原乡部落里面。他要把他的故事去传递到每个部落里面去，他这样告诉我。十年前，原本只有四位小朋友想要练琴，但后来不少小朋友希望可以一起拉琴。陈佩文跟王子健老师克服许多难题，甚至到现在仍然负债千万，但为了让孩子喜爱跟接触音乐。甚至是用音乐来传达如何生活跟做人处事，他们依然继续前进。一个不看谱、不靠指挥就能自然协奏音乐的亲爱爱乐弦乐团，十年有成，而他们温暖有生命力的乐音，也将继续不断创造这块土地的奇迹与感动。